爱的美丽你不用真的很了解。他生病了，他患了重病。重病什么意思？他死了。他死了？是绝症吗？嗯，一旦爱出现的时候，每天睁开眼睛，世界不再那么可怕。真是废话。上帝总是了解，而且他从来没有背弃过任何人。让我们面对现实吧，男女关系总是非常冷静的。若晴，这就是爱情恐慌症啊，没听过吗？好像有听说过，猴子偶尔会得这种病。互相的猴子，有病的猴子，为什么爱情就像这么复杂啊？因为我爱你。Because you are my girl。告诉你，老实说，你是迷上他了吗？怎么可能？越帅的男人等于他越怎么样？混蛋！我可爱的梁若晴。对，节奏要跟上。摧毁一个男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勾引他。请各位同仁们继续努力。